口哨糖。昨天电视看了吗？宇宙先生的演出。我看了，太帅了，尤其是吹口哨那部分，太棒了。怎么能吹得这么动听啊？哈，我们学校就没有像宇宙先生那样的男孩吗？这里只有些不懂事的孩子和淘气包，就喜欢吃东西。先生演奏的曲子，豆豆原来口哨吹得那么好 啊！就是啊，太帅了，好像比宇宙先生吹得还好呢。多多，什么事？那个有点事情想问你。问吧。口哨是怎么吹出来的？能教我秘诀吗？什么？小气的家伙！多多，你有什么秘密的东西吗？多多，你的口哨吹得真好啊！口哨？也教教我们吧。怎么突然之间都要学？怎么才能吹出来呢？为什么要学？没什么，看到你吹口哨，我也想试一试。你教教我们吧。等我考虑一下，我现在有点忙，以后再说。怎样才能让傲慢的多多教我们呢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大家都让我教他们吹？你干什么？朋友，学习得很累吧？你要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我们之前的关系是有那么点不太好，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，爽快的忘记他，我们以后好好的相处。行了，你有什么目的？太严肃了吧？快点说吧。没什么，就是那个口哨。又是口哨？你教我吹吹口哨怎么样啊？又是关于口哨的，大家到底都怎么了？有了，我要好好利用一下这次机会。这可不是随便能吹出来的，可有特别的方法。耶，果然是这样，有什么秘诀吗？秘诀嘛，我明天再教你。原来把糖果买走的是多多呀，全都买光了呢，可怎么买这么多呢？呵呵，是啊，为什么呢？各位，可以帮你们吹出美妙口哨的魔法口哨糖果，只卖一张水晶卡哟。魔法口哨糖果？那是什么？糖果就是秘诀。事实上，将这个糖果含在嘴里吹口哨的话，会吹出更好听的口哨声。原来秘诀就是这个呀！这糖果到哪里去买呢？这可不是随便什么地方都能买到的，是在口哨研究所里特别研制的哦。哇，好神奇啊！原来的价格也是非常的贵，我是特意便宜买回来的，只卖你们一张水晶卡，是不是很便宜啊？哦，真的吗？多多果然是个爽快的家伙，给我一个。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好的好的，等一下人人都有，来吧来吧。我也要。所以说啊，我去看过了，可是有点太过火了。追不出来呀、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干什么呢？什么声音呢？没什么、没什么事，你们继续聊天吧。
吹不出来和多多一样的声音。我也吹不出来。我要再试一次，多多再拿一颗糖。哈哈，好的好的。啊，不行啊。我也不行。嘘，我要再买一颗。啊啊，两点。为什么提高价格了？我想了一下，如果只卖一张水晶卡的话，我的损失就太大了。就算卖两张，我也没有利益。能用这样的价格去买魔法口哨糖果，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了。可是这也吹不出口哨啊。就是啊，哪有从一开始就能吹出来的，要练习的。再给我一个。我也要。水晶卡片了，看来有必要让我教教你们怎么样吹口哨，包括教学费的话，一共是三张水晶卡片。好吧，现在开始上课了，好好听着，然后跟着我做。将两手伸开，上下像这样一二一二，然后向左转一圈，再向右转一圈。做完之后尽量向高处跳一下，这样会给自己充满气，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吹口哨。哇，真吹响了，感觉怪怪的。先试一下吧，张开手臂，上下上下，然后再转个圈，再转个圈，然后朝高处跳。不是的，你太慢了，再快点。 OK，张开双臂，上下上下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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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在做什么傻事吧？好累啊，吹不出来。要认真的做动作，再跳得高一点。听到了吗？行了，可以了。看到了吗？只要练习就可以。太好了，那就再挑战一次吧。我们再试一次。我再也吹不动了，太累了，真不知道吹口哨这么难。我也没有卡片再去买糖果了，大概要放弃成为人气男了。卡莎，麦斯克，你们吹得好棒啊！你们吹的口哨一共吃了多少糖果才练成的呢？什么糖果？口哨糖果。口哨糖果？哪有这样的东西啊？你们不是用这个吹的吗？这不是商店里卖的普通糖果吗？这和口哨有什么关系？什么？口哨就是用嘴吹出来的，哪有什么口哨糖果啊？蒋多多，干什么这么严肃？你对我们说谎，他们说没有什么口哨糖果。不是的，真的是从口哨研究所里生产出来的。麦斯克和卡山不知道。你欺骗我们，把糖果高价卖给我们了吧？都说了不是的，只是外观一样而已，现在免费送给你们。不必了。你把刚才从我们这里拿走的卡片退回来。给我们，快点。那不可能。知道了，钱退给你们。麦斯克，卡山，教我们怎么吹口哨吧。买糖果可都是用的我自己的卡呀。就是嘛，谁让你这么贪心啊？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吗？来，也教我吹口哨吧。我们走吧，快点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口哨声很了不起吧？这个嘛，不怎么样嘛。你们不是说会口哨的男人有魅力吗？不是很帅吗？最近比起吹口哨，跳舞跳得很棒的男人更有魅力。吹口哨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魅力了。什么呀？我们练习了很久哎。努力的男人也很不错，不过下次继续努力吧。为了赚人气，加油。夏天我准备做自己了。要变成有人气的男人太麻烦了。还记得你说
相信，我相信自己可以面对这一切。我和你之间只是梦想有那么一点不同，这个世界正确答案不会仅仅只有一个。我会为你像爸爸一样成为堂堂正正出色的男人，不到我会自己努力站起来，战胜生活的一切困难，让你为我感到自豪。站起来，我对这一切充满信心。